松胯，什么叫松胯呢？这个胯真的是低，低，不是高。啊，低下来。对，啊，不是高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。不要听，不要贴挂头骨，挂下头就抠去了。就是要收回来。是的。是。好。这个不难呐、啊。啊，胸要空。开，胸那奥呢，要紧，要开奥。腹要实。胸呢，要填，就是胸腹宽，胸填。嗯。做起来这个动作的时候，这个动作做起来的时候，这个手啊，这个手松垂到你的肘下，那松垂到你的肘下，啊，这样来松，这个要松垂到肘下，啊，啊，胸前面。听手，เวลาเราตึง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ใช่ไหมคะไม่ใช่ตึงไม่ใช่ตึงให้ผ่อนคลายข้อศอก那么真正的能够去练好八卦的肩呢、啊、一定要松空开，这种松空就像我过去跟大家讲的，我们八卦掌这个地方松空了以后，这个手转过来做啊，这样，这个胯也是一样，它要松空变胯都去用。实际这个胯和肩是要求特别严格，一定要松得开。不是，那八卦掌是比靠มือเนี่ยต้องบิดโดยที่ข้อศอกนี่ไม่หมุนตามก็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บข้อเราเนี่ยเราสามารถที่จะแตะเหยียบได้โดยที่เราไม่ต้องเหยียบคอหน้าขา还有一个就是今天早上看到大家的这个手指啊，这个手指还没有真的去贯通，一定要把这个手指啊，这个每一个小的关节腔要拔开啊，小的关节腔要去拔开啊，要充满。เมื่อเช้านี้ก็มองพวกเราเล่นไงฮะรู้สึกว่าเขา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ข้อของนิ้วทั้งสิบเนี่ยยังไม่ได้คลาย啊，来是哈，这个关节腔里面呢，一定要灌满啊，真的拔的时候松开，要灌满，要过去还要松，还要灌满。他本来有病，他的结，他的文杰眼开刀，文杰眼吗？每个里面呢，每个里面都有一个空间，就是说。这个就叫关节腔，啊，就是关节腔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关节与这个关节之间有一个小的腔，这个就叫关节腔，就是关节与关节之间有一个缝隙，里面含有骨液，就肌液嘛。那么它来润滑这个，我们练的时候就要把这个腔。拔这个腔，那么这每一个关节的关节腔都拔开了，我们的手就会特别的松，你摸我的手会特别的松，啊，为什么？就是，是吧？就是因为它去拔开，它就特别松，但是真的用了，它又特别硬啊。老师的没有，所以大家来。
那个先，那个先。